么今天呢，我们要来谈一谈，真的有鬼挡墙吗？不晓得您是不是有这样的经验，那就是开车经过某一些地区的时候，车子无论怎么走都走不出去，而在一个固定的范围里面绕圈子。那么这种情形呢，一般称为鬼挡墙。那么真的有鬼挡墙这回事吗？如果不幸遇到了，又该如何面对和处理呢？让我们恭请圣严法师来为我们开示。在电视机前面的作为观听众啊，有多少人呢遇到过鬼打墙的呢？我想很少，但是呢听到的好像蛮多的，这种案例是不多的。在我自己年轻的时候，住在宜兰，那我是在军中，每天早上啊，有需要买菜的这个买菜的人去啊，到宜兰市去买菜。在有一天呢，这个我们买菜的人回来啊，就是倒霉倒霉，今天遇到鬼打墙，就是在这个圆山附近呢。宜兰有个圆山呢，圆山附近呢，走来走去走不出去。这个看着明明有一条路啊，往前走，不知道是什么方向。这四边看看不到任何东西，这是前边有一条路，可以让他走。结果呢，他就想到，可能遇到鬼打墙，因此坐在那边呢，就坐下来，不走了，一直等到天呢快要亮，鸡呀、公鸡呀在叫，在突然间呢，这四周的景物啊全部显现出来，结果他在哪里呢？是在坟墓里面，他坐在哪里呢？坐在坟墓的边上，一个坟墓一个边上。那个地方是许多的坟呢，我们现在叫又叫它乱葬坑，这是许多的人许多的坟墓集中的地方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亲眼呢，不是我亲眼看到，我亲自听到的，有这么一个故事啊。这种故事，我长到这么大，我自己也没有遇到过啊。我相信你们诸位师长们遇到的也很少吧。但是这种事情也可能发生啊，多半呢好像是都发生在比较偏僻的地方，比较呢人呢少的地方，或者是根本没有人住的地方。有的人可能是在坟墓里面，也可能呢是在啊常常发生车祸或者发生了一些灾难的地方。那这些地方有一些鬼魂在哪个地方，他跟你开玩笑，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也弄不清楚，反正是 遇到这样的情形，就是叫你开开你的玩笑，他并不伤害你。因此如果遇到了这种情形，那最好你就坐下来吧，等天亮了。你要想走走不出去的，或者是呢你念呢阿弥陀佛的名号，念佛啊目的不是要用念佛来赶走他，而念佛来感化他，念佛来感动他，念佛超度他，让他听到佛号也会呀、升起呀、慈悲心来，而让你走，他不会再挡到那地方。所以念阿弥陀佛是非常有用的。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曾经遇到过很多次啊鬼打墙的情况。在平常的生活里边呢，也就是在你的观念上，
你不知道何去何从，你不知道向南向北向东向西，你不知道如何地啊采取行动处理问题，你也不知道啊下边会发生什么问题。在这个时候你又想不出啊更好的方法来，你这个时候也叫做什么鬼打墙。有许多人呢就是莫名其妙的，就是心里不舒服，心里不高兴，头里很难过，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，就是肚子饿了也没有也不是问题，又是感冒了也没有感冒，找医生医生也看不出病来，就是心里面闷闷不乐，究竟有什么问题不知道，谁得罪了你啊不晓得，有什么有困难呢不晓得，就是不舒服，就是不高兴，就是啊好像是在一团雾里头。这种情形我相信呢很多人都曾经发生过，这也叫做鬼打墙。有的人呢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来问我，师父啊我现在前途茫茫不知道怎么办，师父啊我已经走投无路我不知道怎么办，我这是告诉他，你现在还能吃饭吗？能吃。你现在还能够工作吗？能工作。那吃饭吃饱了再说，能工作在我这个地方帮忙做事，你心情呢不要这么苦闷，或者是呢你打开收音机听听流行歌，或者是你到电影院看一场电影，或者是你到我们农禅寺来参加我们来念佛这拜忏，或者是呢打坐听听我们来讲佛法，你这种情形会转变，这都是心中的鬼打墙啊，也需要帮忙。心中鬼打墙很多人都是坐以待毙不知道怎么办，那这是蛮不舒服的事。阿弥陀佛。